上6点到7点更多。哇，今天比较少的。这个几点开始，然后到几点结束？早上6点开，晚上10点关。6点到10点。啊，如果没有做到10点的话，怎么回家啊？另外就是那个公共交通工具嘛，邮递电车啊，公交电车啊，就是那个开到12点嘛。那开到12点了。嗯。坐着，你看，这样直接坐的太长了。